对公然挑衅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径，我们是绝不容忍的，将依法对台独顽固分子实施惩戒，这是维护国家主权、安全、发展利益的应有之义，也是保障两岸关系和平稳定的应有措施。凡是胆敢以身试法者，都必将依法受到惩戒，包括禁止台独顽固分子本人及家属进入大陆和香港、澳门特别行政区，限制其关联机构与大陆有关组织、个人进行合作，绝不允许其关联企业和金主在大陆牟利，以及其他必要的惩戒措施。同时将依法对台独顽固分子追究刑事责任，终身有效。这些台独顽固分子煽动两岸对立，破坏两岸关系，图谋分裂国家，危害台海和平，大家都是看得很清楚的，这笔账是有据可查的，赖也赖不掉。跳得越高呢，摔得越重，执迷不悟，顽抗到底，必会遭到法律的严惩。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执迷不悟、顽抗到底的台独顽固分子，包括组织、策划、实施分裂国家、破坏国家统一行为，勾结外部势力谋求台独，为以修宪等手段谋求法理台独的首恶分子及其金主等，都必将依法受到严惩。